近日，肖战和任敏主演的新剧《玉骨遥》多次传来好消息。在临近开播之际，《玉骨遥》的预约人数已经突破百万，看得出来，大家都非常期待这部作品的开播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肖战捷报频传的时候，肖战官方也发出了呼吁，希望大家继续做到谨言慎行，切忌无关话题讨论，积极响应肖战工作室号召。据悉，肖战和任敏主演新剧《玉骨遥》的预约已经突破百万，紧接着肖战官方就再次发出呼吁，从影音会小信使到现在影音会官方都强调要做到谨言慎行，积极响应肖战工作室号召，切忌无关话题讨论。另外，网上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，抵制肖战作品和代言的呼声一直都有，这些就是无关话题，讨论也没有任何意义。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，大家纷纷表示跟随肖战官方的呼吁和引导，继续做到专注自家和理智讨论，不会去参与无关话题讨论，没有意义也没有任何营养成分。对于肖战来说，还是那句话，肖战的事业发展非常顺利，代言商务、影视剧作品等多领域全方位发展，不可阻挡的势头非常猛。总之，我们不要骄傲自满，也不要妄自菲薄，踏实励志安静支持演员肖战即可。玉骨遥预约破百万就是很好的例子，我们相信接下来的肖战会非常顺利，肖战能够继续保持下去，未来的肖战依然值得期待。肖战很顺利，大家继续跟随肖战的步伐，做公益也好，支持代言作品也罢，都没有问题。